你要去哪里？乌鸦。你要去哪里？这个不是撞墙仔，我随便啊。乌鸦。你想哪里？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白痴啊？白痴啊！他一直跟着我了啦，不好玩。越去越低端了、欸，他有性子这么快啊？因为下面那个六比较好看一点。黑鲍鱼丑女哇！那个五号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人怎样？哎呀，那个黑鲍鱼丑女，然后挂一个女生的，然后讲话是男生哎、欸，哇，他很讨厌这女的哦、喔。黑鲍鱼丑女耶，不知道怎么这么多了。我哪猜啊？他们都想看你们玩啦、啊，快点开始！不行不行，我们没有要开始。哎、欸，那个派小新他很会玩游戏。妈的，胜率41%就很会玩游戏，干你！那个吧，这些人他妈都是低能儿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赶快换一个地方。几岁、欸？这空位也太多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有几。问麦，问麦。一二三四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，八花九。知道他怎么玩啦、啊？不是啊，内鬼有一两个已经很难玩了，他妈的四个内鬼是要玩毛？包子还有吃货小姐，请准备。是香港人是不是啊？他那个讲话怎么声音怪怪的、啊？还是什么马来西亚人？吃货小姐，请准备。我上面的那么怪怪的、啊，上面哇塞，好多人观战了，真是。哎，你们一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哈哈哈哈哈。鸡娃娃，还有这凤娃图怎样？我是你爹，准备我直接说吧，不要说那玩意，这样你看都能观战，不要说不要说姐，很刺激，你很刺激我，三是变音器大队是不是啊？不要踢不要踢，很好玩呢。你看多到都有21号那个位置，小学生房间。我真够傻眼的。好来，等一下我发房子看到的，看完的请帮我删个来。老娘够傻眼的。他们是要不要开始啦？不要笑，不要笑，哦嘿嘿嘿嘿嘿。你们是疯子是不是啊？五叽叽五叽叽，谁在五叽叽啊？妈的，很好玩哎、欸。哎呀，你好玩，你知道上面多少人吗？现在就已经20，我操，这个不行的人。这个是不是九妹？妈的，偷看狗操！真的很不行，拜托别闹好不好？这是九妹的图，那、啊、到底是在等谁啦？游戏即将开始。哇，这真的是有够小哎、欸，小苹果哎、欸，这真的是国小生哦、喔、哎、欸，奥数上人哦，毕格迪也是狼人。来到这个，来到这个，这个屁话超多。给他死，给他死，快点！你他妈的，那明明就是你的照片，还在那边九面人。给小学生死啊！你搞毛啊！先送外星狗下去，外星狗是狼啊！我是你爹。我们看一下谁在观战。我觉得够扯的。你才是狼！先动作，然后先去写作业。你不用写作业吗？我真的，我的作业都还没有写完。那个老师神经病的。哎呀，功课别出很多比较好。不是啊，他如果他要写，可写了他又退回来，然后他又说要写。这游戏。那你就写像我一样写的。哎，镜子进来你是没看吗？奇怪，要写很多段呢。金掌馒头不能说话，开始投票。可以啊，可以讲话呀。馒头，先票小学生，该回去写作业了。那你要不要去写个作业呢？我不用写作业，我要写作文。等一下直接票掉一号。为什么要杀掉狼氏家族的呀？不是说不可以杀吗？第一轮不能杀，所以等一下为什么六号挂掉了？来，狼人作弊，狼人触碰反鬼，给我出来！出来出来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杀那个家族的呀。反鬼有讲哦，我说过了，你们都要看，但是你们现在给我一个触碰反鬼是怎样？一个一个报身份，一号开始。我是村民。凡是狼都给我出来啦！妈的，狼给我出来！他们下去。那个杀二号，还不是你叫你投七不投七？他是预言家，二号是预言家，为什么不要杀他？哎、欸，他也是狼哦，为什么刚有事？
他是狼鼠，我看不出来他是狼。天亮了，天亮十一号。为什么他是狼？他是狼，为什么没有标志？要投谁？投我，投我吧，我猎人。不对，投猎人。我告诉你，这局狼已经触碰范围，然后刚刚那个自爆的可以留下来，其他如果不自爆或者是不承认，我一律踢。对呀、啊，因为狼现在犯规，然后又不出来，所以等一下踢光。OK， 简单的八号他已经承认他已经自爆了，所以自然而然他可以留着，但其他当狼的就是不行。等一下三号，可是我是狼，可是我不能自爆哎、欸。你是不是恶魔？对呀、啊，可是我不能自爆哎、欸，直接投掉。哎、欸，不要先投我，我要留到最后。那你告诉我谁是狼？一号、十号两个。一号、十号两个。我觉得先投一号，然后再投十号。哎、欸，不是四号，你等一下，我们先投一号，然后你晚上再把十号给杀了，然后我们明天。闭嘴，臭鲍鱼！看嘛，你自己触碰防空墙。错了，不是十号，是九号，我看错了。哎、欸，干，被发现了！你滚！看错了嘛？防女巫就是十跟九独一个，然后我们先投掉一号过。买，开始投票。干，差点那个国小生就救了我一命了。干那个国小生，妈的，差点他就救我一命了，操！还不是他们乱投，我又没有投他们家的人，我不就投那个七号？妈的，那几个狼自己乱投，干我屁事啊！哎，这间没有，这间没有内奸，这间没有内奸可以捣乱的。对啊，怎么一堆人在观战呢？哎，对啊，操，怎么那么多？为了我来哦，喜包子讲个话吧。我三十岁，我三十岁。有妹子哎、欸，很多妹子在观战呢、欸，太多了吧？不是，这边是我国栋是不是、啊？怎么那么多人？哎、欸，不会吧，有国栋哦。喜包子有可能是国栋啊。我不是，我是香港人。优雅已经不流行，现在喜欢的是石原丽奈啦。你们听都没听过是谁吧？拜托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山上优雅真的很正，然后奶又大颗又弹又 Q。不然五号你说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跟你说啦，你直接 Google 高桥圣子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厉害啦。干高人丑。这是谁啊？可以讲话吗？喜包子。我推荐宇都宫，我推荐宇都宫。干你啊，这是 A 片房是不是啊？国栋改名啦。国栋说他要改名啊。哎、欸，五号我都看你的影片了，很好看，你超屌的。这个事情你已经讲了三局了啦。你妈！我他妈会再开这个游戏，我随便你们。操你妈的，一堆憨狗！操！我下一次，我等一下关台之后，我先去改一个 ID 啊，下次让大家都看不出谁是哪一个是我。操的妈的！嘿嘿，哎，瞎嘎痛，嘿嘿嘿。哎，哎，瞎嘎痛。为什么我 level 60啦、啊？哇，我什么时候等级这么高哎、欸？游戏即将开始，请大家查看身份。女巫，请睁眼。你要救吗？你要使用毒药吗？谁？海绵宝宝一起下去！海绵宝宝纠团下去喽！派小新、皮老板一起下去。天亮了，我又没有色。亚洲厨余，没事没事，两个海绵宝宝一起下去好吗？那我先说我是村民走的，那这个七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的，但是他是个海绵宝宝系列人物，就是要下去 ，OK？ 干他妈的好多撞墙仔哟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身上我有一把枪啊，刚刚哪个女巫毒我啊？我操的嘞！哎，反正没关系啊，等下有人在跳猎人，等一下他就可能是狼啊。我这局我过麦啦，拜拜。我是平民，堕胎叔叔阿丁。啊，不吃药出人命了。我是村民啊。好多白痴哦。一二三四五六。五号七号是不是你剁掉的？五个白痴要怎么玩？我就问你们，五个白痴要怎么玩？我不懂啊，我真的不懂。我是村民啦，我的被动。这种游戏他妈一堆 ghost 的狗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？每天就叫我一直狼人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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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杀越多白痴，越杀越多白痴。我是村民。好，这轮就飘亚洲特色头。哦，好感谢啊！我愿意道歉。虽然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私人的感情事件，我向大家道歉。游戏即将开始。哎、欸，看这不是女巫玩的，哎、啊，完了！加油加油！爱神，请连接情侣。
我觉得被审的好像是干什么要羊啊？妈的，还想骗啊操！但是我会再让你没，我随便你。天亮了，没没，到可以讲话吗？木炸出来，没没没没，哈哈哈哈哈！阿浩，你认识一个叫马的吗？真有像到哎、欸，马会和学马叫吗？羊，我可以抓你头发吗？所以警长要选谁？我要了，我要选那只羊。八号那妹子，要选谁啊？他妈的是不警长就选我就对了。先弃票，第一个投票先弃票，没有头绪先弃票。开始投票。干。咩咩咩。讲话吗？可以不要乱禁言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谁禁的？就是那个有麦那个、啊。咩咩。过麦。咩。那、啊、欧文不是？但欧文不是。没差、啊啊、你不救我，我他妈不讲话、啊、你们就当他妈的，你们就当他妈的瞎子在玩呐、啊！操你妈妈的！救我！操！没差，要输一起输啊！你不好吧，你不救我啊，那我也不讲话啊！妈，大家一起没资讯啊，你们他妈的都去死一死啊！操他妈的，干这些 ghost 的狗，日你妈全家！没差，我再撞到一个 ghost 的狗，我就关掉啊！你知道该死啊！妈，再撞试看啊！操你妈妈的！